这是超越巅峰的战场，这是最强者的较量。八支国内顶尖战队，为期九个月鏖战。400万奖金池，300场线下赛。明星选手零距离接触，职业联赛带给你不一样的盛会体验。谁将夺得职业联赛冠军？谁能代表中国角逐 F3 全球总决赛？2013年3月至11月，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火爆开战，英雄超越巅峰。